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五行，第五行，下面。从《法华经》云开始啊，最后一句，《法华经》云：“诸佛随意说法，意趣难解，所以者何？我以无数方便，种种因缘。”譬于言辞宣说诸法，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，唯有诸佛乃能知之。所以者何？诸佛世尊唯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这是引用《法华经》的一段经文，佛应化在世间，为大众讲经说法。原则只是两个，一个是真谛，一个是俗谛。俗谛好懂，完全是以我们世间人之间，世间人认为这一切法都是真的，那佛随顺我们的说法呢，我们很好懂，所以跟我们讲伦理、讲道德、讲因果，我们都能够理解。如果随顺真谛，我们就没办法了解了。真谛是，是佛放下一切万缘清正的境界，我们没放下，跟放下之后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听佛说法呢，就像听神话一样。特别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世间人还有妄想分别之处，看华严经就是看神话故事啊，无法理解啊，跟我们讲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假的还挺热闹。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声闻法界，六道里面非常热闹啊！有没有这些事情呢？是有，理上没有，相上有，性上没有。佛终极的目标，帮助我们明心见性，我们能见得了吗？答案是肯定的，确实能见得了。
只有真正听话才行啊！对佛要有真诚的信心。要听话要依教奉行，听话里是最重要的。佛教我们放下，我们真要放下。还有自己的贪爱，还有自己的情执，这个就难。佛度众生，大经上常讲要无量劫的时间。为什么要无量劫？那放下就是嘛。问题就是无量劫他也放不下。人的阿赖耶识就像资料库一样，点点滴滴都保存在了。这个案子没有 消掉，永远放在那个地方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只有真正称得上是善根深厚一文千物，对于佛菩萨100%的顺从，这孝顺佛菩萨了丝毫不敢违背，这种人好教古德常讲为上智于下愚，最容易得度。上智一文千物，他真放下，他明白了。下愚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他能放下，他听话。所以他也容易得度，也容易证果。最麻烦的就是当中这一段，不上不下，而且人数特多。世尊当年在世49年，全是为这类人不上不下的。上智见到他就大彻大悟了，下愚见到他就往生极乐世界了，真好办所以根熟众生，什么样的根性成熟了？上智成熟了，下愚成熟了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给我讲过好几次了，他是非常想学下愚，上智学不到想学下愚，学了几十年学不像为什么学不像呢？习气改不了，李老师多才多艺，他学的东西非常多琴棋书画了，很难舍掉这学下愚学不下。那我们在修学佛这几十年当中，
亲身经历，亲眼见到的，亲耳所闻的，一点都不错。这两种人成就特快啊，成就非常殊胜。啊，让我们这一般人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弘宗言教，住持正法，这些大德们，确实望尘莫及，比不上。啊，哪有3年5载？啊，欲知时至，没有疾病，身心健康。啊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瑞香稀有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哎，亲眼看到的。啊，用他们来印证佛经，哎，经上没讲错啊。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连消息都没有。过失在哪里？经没过失，佛菩萨没过失，祖师大德没过失。过失在我们没有放下。啊，为什么老放不下？执着的习气太重了，时间太长了。放下是偶尔听到，熏习时间短。还不能形成一股动力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老毛病。我们常讲的，控制它，占有，那是老毛病啊，它就发作了。啊，知道很清楚，放下是对的，可是境界现前了，自己做不了主，明知故犯。啊，当然，这里头因素非常之多。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因素，我们对于世尊所说的这经教啊，认识不够啊。啊，仅仅认识这一点皮毛啊，啊，我们学习在外面宣讲。宣讲不是如来真实意，我们没开悟，当然要依靠祖师大德的注解。祖师大德注解，我们也看不懂啊。
那是他的意思。是不是佛菩萨的意思呢？要看注解的这个人，他是不是真放下了。如果他确确实实与世出世间法都不执着了，他是阿罗汉的境界，那当然比我们高多了。阿罗汉的境界来解如来真实义，还是有很大很大的距离。那如果这个人是菩萨的境界，跟如来真实义接近了，依然有差距啊。所以佛在大经常讲啊，这一桩事情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你成佛才真完全了解。啊，你能够一层一层向上提升，这是好事。啊，像上楼梯一样啊，一层一层往上爬，不断向上提升呢。向上提升就是放下。啊，我们上楼，放下一楼才能够登上二楼。放下二楼啊，才能登上三楼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你到一层的时候，你舍不得放下了，那你就停在这里，你就上不去了。啊，通常我们举例，都是举大的大段的，没细说。啊，你说放下执着，小乘从初国相到四国阿罗汉，八个层次，得八层楼。华严经里面讲的十信位菩萨十层楼，啊，第一层的条件要放下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你才登第一层，你才入门呢。你就知道这桩事情难了。啊，我们有没有入门呢？没入门。啊，八十八品见惑，佛菩萨为了教凡夫初学，把它归纳为五大类。啊，第一个是身界，第二个是边界，第三个是戒取戒，第四个是见取戒，第五个是邪戒，啊，分为这五大类啊。你放下了多少？这叫学佛，这五大类全放下了，恭喜你，你是释迦真舍弟子，你不是假的，你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你上了一年级了，小乘是初国须陀洹，大乘华严经里面十信位菩萨，你是初信位。
粗信位的菩萨跟须陀洹所断的烦恼是平等的，智慧不平等。粗信位的菩萨智慧比须陀洹那高出太多。 断正功夫平等，粗信菩萨就是小乘须陀洹，那么二果相。 就是十性里面的二性为菩萨，二果就是三性菩萨，三果相就是四性菩萨，三果是五性菩萨，四果相是六性菩萨，四果七性菩萨，所以第七性的菩萨。 跟小乘阿罗汉相等，这跟《华严经》一对照，我们就很清楚啊。你不放下底下一层，你就没有往上，没法子向上提升呐。七性相当于阿罗汉，八性相当辟支佛，九性为是菩萨，十性是佛果。 设法界啊，七性才出六道轮回呀！啊，十性就是设法界里面的佛位，他把无始无明断掉了，无始无明七性动念，在。 遍法界虚空界，六尘皆出，这个六根皆出外面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行了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，成佛了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个时候，如来真实意他完全明白。 在《华严经》就是初住以上，初住菩萨，示现在十法界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能现什么身；应以佛身得度，他能现佛身。32相80种好。 现菩萨身，现人天身，现畜生身，现恶鬼身，现树木花草身、山河大地身，他全能现，没障碍了。就是此地讲的得大自在啊。我们要明了，得大自在是从放下得到。 经教这些理论不行啊，理论有什么好处？帮助我们看破，看破才肯放下。啊，经教就是好处在此地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就真放下了。放下才能开悟啊，不放下不能开悟。 这部经里头，特别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义正庄严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来的。
啊，为什么会有西方极乐世界？这从历史讲起啊。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，这些庄严从哪里来的？啊，我们读了之后，向往、羡慕啊。往生净土的心油然而生了，这就是这部经的殊胜功德啊！怎么去呢？放下就去了啊！只有放下，你才有一心啊，二心你还没放下了，一心就放下了。一心一向专念，就决定往生了。啊，所以《法华经》上这一句话，啊，意思我们前面都学过，对啊，最重要的一句就是：唯有诸佛乃能知之，就这一句话。啊，那么说明法藏菩萨他不是普通菩萨，他是化身菩萨，他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啊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，不是相似佛，十法界里头的佛是相似位啊，智者大师说的六界佛相似即佛啊，一真法界里面佛叫分正即佛，他是真的，他不是假的啊，他没圆满啊。为什么没圆满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干净，习气断干净了就是圆满的，叫妙觉佛果啊，证到妙觉了，这最高的了，这是无上正等正觉了。这个境界里面，十宝图也没有了，真正说明了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十宝图没有了，十宝图没有了，现出来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长吉光啊，四土里头长吉光净土，长吉光里头一切现象都没有。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全没有，所以凡夫的六根圆不到。它不是物质，眼耳鼻舌身圆不到，没办法知道它在哪里。它不是精神，第六意识圆不到，啊，就是六识、七识、八识圆不到。它是真的，永恒不变，永恒清净，啊，决定没有染污。虽然什么都没有，说实在话，他什么都不缺，能生万法没有缘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，有缘的时候能生万法，所以万法是缘生的，它是一切万法的真因，啊，欲缘就现前。缘是什么？缘是众生的意念，就是念头。啊，所以佛说，
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心想是缘。特别是在十法界，十报图不是原生的，所以它叫一真。缘是个生灭法，性是不生不灭的。十报图里面的境界没有生灭，就是没有生灭这种现象。它出现，回归常寂光，它就没有。今天的科学家，他们的成就，佛经上说，已经到了极限了。再向上提升，很不容易了。因为他们用的是八识。是六根，佛说了，六根的能力最强的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，我们今天讲的思想啊，思想没有边际啊。实际上是它还是有边际。思想能够圆到阿赖耶，宏观世界，宏观宇宙。它能够圆到整个宇宙，今天太空物理就向这个方向发展，研究整个宇宙，宇宙的缘起，宇宙的奥秘。与宏观的反面，微观。微观世界就今天的量子力学，它能够圆到阿赖耶。阿赖耶就是我们讲的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究竟是怎么回事情？现在科学家逐渐逐渐认识清楚了，他们的研究报告跟大乘经上讲的是一致的，完全相同。宇宙之间的本质只有三样东西。除这三样东西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就像万花筒一样，里面只有三张不同颜色的碎片。它的变化是无量无边，无有穷尽。打开来看呢，里面就这么回事情。这三样东西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物质现象、信息、精神现象，
能量啊，自然现象，就是三样东西。除这三样东西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整个宇宙就这三样东西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。第六意识的功能就到此为止了。啊，远不到自信。啊，佛经上讲的，明心见性。大彻大悟他做不到，因为什么？他不能用思想，你要把思想放下。第六意识是分别，第七是执着，啊，阿赖也是能量啊，啊，这是科学家为什么不能见性的原因。这佛在经上讲清楚了，不是他不能见性啊，他很聪明的。他发现的宇宙奥秘，跟佛所见到的是一样的。啊，最后就是他不能见性，就是这东西从哪里来的，他不知道。啊，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知道了，是意念。意念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从哪来的？不知道了。啊，他们现在的说法是无中生有，讲的是没错。无中怎么会生有？这还是个问题啊，这问题没有答案的。啊，宇宙间这个能量从哪来的？啊，这些问题还没能解决。科学家如果学习大乘，他也能再修禅定，禅定就是放下。那恭喜他，他成佛了。啊，见性在佛法里就叫成佛了，哎，科学家成佛了。啊，佛经里面所说的这些意思，那他们就懂了。所以懂了，他也说不出来。啊，这是宗门里所说的向上一住。向上就是明心见性。这一住呢，为真方知，没有法子说得出来，你也无法。用言语，用分别来认识它。这下面都是《法华经》上说的：“诸佛世尊，于令众生开佛之见。”识得清净故啊，出现于世啊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这是感应里头最殊胜的。是什么人呢？想做佛的人。你不想做佛就没法子了，他有这么大的愿望，
想做佛这个念头，就叫做无上菩提心。所以发无上菩提心的人，佛加持他，不是无上菩提心的人，佛来了没用处。佛也来，但是不给他讲这个法，真正法说没用，他不懂。真正发这个心的人，他听懂。为什么？是他心目当中所需求的。开佛之见呢？开始，打开呀！佛把这个门打开，让你看到如来所证得的境界。真境界是什么呢？法华经是的，是这个境界；华严经是的，无量寿经也是的。这个里头，字字句句都是佛知佛见。我们常常听到佛度有缘人，这是第一个有缘人，就真正发菩提心，这种人叫根熟众生，他熟透了，一听佛的开示，他就悟入了。那佛对于其次更新的人不说这个法。说什么？说他能接受的法。他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放下。给他讲什么？给他讲六道轮回里面的善法恶法。就讲这些，这些是阿含经的境界。阿含经里面许许多多讲伦理、讲道德、讲因果。帮助你，教导你怎样不堕三恶道。因为你的执念就在此地，你不想离开六道轮回想来生在人道生活过得更好一点，做大官，享大福报，都想这些，享受五欲七情的这些乐趣，佛也能满足你。也能帮助你比如世间人，真是绝大多数不管是哪一国的人，哪一种族群哪一种宗教，咱都不管，他想不想发财？都想。想不想聪明智慧？真想。想不想健康长寿？是个个都想，没有一个不想。那佛说这三种是果报，果一定有因，修因你就能得到果报。因是什么呢？布施。所以佛教人修财布施，目的是什么？得财富
好事情啊，但是好事会变坏事。祸福相依，这中国古人讲的，福里都有祸啊。啊，享福如何能避开这个祸呢？那就叫你，你越有越失，越失越多，越多越失。啊，只要肯失往外失，就没有祸。啊，就像水一样，从那边进来，这边出去，它是活水，是流动的，啊，不会犯水灾啊。如果都堵住了，只进不出，好了，它就满了盈了，那就要水灾就来了。啊，水叫我们布施，啊，越施越多，越多越施啊。千万不要留啊！啊，你想得聪明智慧，修法布施啊，也是越施越多，不要吝法，吝法马上就出毛病。吝财吝法，国报三恶道去了。啊，你现在享福，福享完了，到哪里去？三恶道去了。啊，如果你不没有吝啬，啊，越多越失，你将来遇不到尽宗啊，大概都到天道去了。啊，遇到了净土宗啊，你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你成佛去了啊！这是佛教我们一般人，我们一般人只有这么大的一个心量，只有这么个愿望，佛满你的愿啊！无微不至的健康长寿。啊，健康长寿也不能吝啬，吝啬折福啊！啊，你有一个健康长寿的身体，你要记住，永远为苦难众生服务，那你就越健康，越长寿。你在这时候有用啊，你能帮助那么多人呢、啊。啊，如果说长寿了，哎呀，老的时候享福了，福享完了，又要去搞六道轮回去了。啊，这个社会上工作，年龄到就退休了。啊，退休之后身体还不错啊。这世间不少慈善团体、宗教团体，这里头没有年龄限制，这做义工嘛，越做身体越好。啊，身体是一部机器，机器要活动啊，它才灵光啊。机器要不活动了，它就上锈了。长时间不动，它就坏了。啊，佛教给我们，心要静，身要动。啊，心最好是住心，住心一处啊。啊，要单纯，要清净，要不染着。身要动啊！你看这世间人想要的三桩事情，佛讲的多清楚，多明白啊！人命中有福有贵，
啊，从哪里来的？过去生中修的。过去生中没有，遇到佛法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我这一生努力来补修，行不行？行。啊，补修，我得到的财富不是自己享受。共济社会大众，我得的聪明智慧也不是为自己，啊，为苦难众生解决困难了，啊，我健康长寿也不是为自己，是为有更多的时间。更多的机缘为众生服务，是这么来的呀？诸佛菩萨、历代祖师给我们做出的示范。啊，给我们做出的榜样，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。它展现出许许多多例子，不同的环境。不同的时节因缘。啊，我们应该学哪一个样子？学以哪个为典型？这叫佛法。啊，真干、真发心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是非人我。啊，以清净平等心，平等看待一切众生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只是现在迷惑了。啊，佛的愿望，这是一切诸佛，啊，都是于令众生开佛之见，实得清净苦啊！啊，回归到清净心，回归到清净身，回归到清净意，那果报就清净了。那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要回修。啊，我们能够向他学习，他知道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这个信息，刹那刹那，在往外面透露啊。这一透露，速度非常快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如来全收到了。啊，跟他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，他能不加持你吗？肯定是个道理啊。
啊，得三宝加持，这个佛寺自行化他，就格外的顺利。那么我们遇到挫折怎么办呢？挫折也是加持啊！加持什么？消除业障。心正，行正，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。有意想不到的这些挫折，全是消业障。业障消除之后，一帆风顺了。这些事情，60年前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他跟我讲的。一个题目是“佛事门中有求必应”，告诉我这些道理，告诉我许许多多不同境界现前，无非加持，顺境临命。如果你心生贪念，障碍就来了。你业障，你业障现前了。逆境、恶缘、嗔恚心生起来了，业障现前。必须在顺境、逆境、善缘、恶缘。清净故那就对了。你在这个里得清净心，得平等心。境界自然就提升了吗？第二句，于是众生佛智之坚固，出现于是。每一句后头都有出现于是，就佛菩萨来到世间干什么的？是做样子。开始展开，让他看看，看着怎么不懂啊？华严经一展开，这是开呀。无量寿经经本一展开是开呀，看不懂啊。佛要把它指出来，事实指示。告诉大家，让他认识，好像我们到博物馆去参观，博物馆门开了，我们进去了，琳琅满目，不是货，里面的馆员给我们做导游。一桩一桩给我们讲解，我就明白了。他不给我们讲解，我们一无所知。特别是对于上古出土的文物，这是最为珍贵了。样子呢，破铜烂铁，给你你不会要，你不会喜欢的。那最有价值，无价之宝。
啊，一般俗人不识货的，喜欢什么呢？喜欢明清玉器。哦，那个很漂亮。其实那个不值钱，那是人工的艺术品，很多。啊，古来的时候，几千年、几万年遗留下的，那全世界就一个，再找不到第二个。 可是不识货的人的时候，他没用这个破烂东西丢掉了，当做垃圾处理了。啊，所以为一切众生指示，啊，这个事就是要做榜样。啊，你讲给他听，他不相信啊。你做出来给他看。 那他就相信了。啊，你说最普通的素食，素食好啊，你劝他说吃素，那就真的难为他了，他做不到啊。 啊，没有荤腥，他吃不饱啊！啊，可是他又希望身体健康。啊，我这么多年参加了十几次联合国的世界和平会议，啊，会议当中。 最特殊的一个现象，就是会友们都会找我聊天，问我养生之道。啊，你怎么保养的？我参加这个会议，75岁之后啊，这样的年龄。 在会里面几乎很少很少，不是没有也有很少。啊，一般年龄大概都是40-50岁的，不超过60岁的。啊，我们坐在一起，精神饱满，没有疾病。 啊，跟我们见面，觉得我们非常欢喜，没有任何一桩忧虑的事情，快乐，给他们很好的好感。啊，什么保养身体的，很简单。 一个是清净心，一个是素食。我就告诉你两桩事情。啊，快乐！中国古人讲啊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。我们六根接触的全是喜事，没有忧虑。 没有烦恼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好了。你要的我全不要，我要的你也不要，我们两个很好相处啊。啊，你要名我不要，你要钱我不要。所以你要的我都不要。啊，我要清心寡欲，你不要。 啊，我喜欢每天读经，你不要。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冲突，跟任何人都没冲突，没冲突就是好朋友啊。
做出来给人看，别人就相信了。前几个月，我访问印尼，特别怀念瓦西德前总统，我们交情非常好。他过世了，我到泗水，他的老家，墓园。去看看，从雅加达飞到泗水，从泗水乘车，路还算不错，跟我们海飞这个路差不多。往返5个多小时身体还行，我看那些年龄至少也小我10岁，他们不如我。佛法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你的心真诚，你的心清净，心里头有仁有义，你就不会劳累了。前些年，几年前，我在北京，回到庐江，安徽，我选择了乘车，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在北京三环绕一圈，我一路念佛，给中国大陆地神回向希望这个地方没有灾难我一天乘车15个小时。别人都以为很劳累，我很快乐。能有这个机缘，为祖国山河大地来祈福，希望这个地区不要有灾难。我告诉我们同车的人，包括司机都念佛。我说我们这个车就是道场。在车里面供的佛像。我说今天我们是做佛事。我们来做消灾祈福的法会。15个小时我带着大家。当中好像只休息2次。
啊，吃饭的时候休息。没有想到自己，你就不会累。如果想到自己，哦哟，长途旅行，你就会很累。我们心里只有祖国大陆，泯扬无量无边的众生。啊，能有见佛闻法这个机缘，这一句佛号，古人讲的很多，讲的好啊，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啊。平常没有机会闻道啊，啊，我们这个车是念佛学。念佛的车，啊，一路上只有一处遇到堵车，大概半个小时，啊，其余的道路上畅通无阻，啊，现在中国大陆高速公路做得很好。啊，所以学佛最好把自己忘掉，别去想自己，什么事都没有。啊，想自己的时候，什么麻烦都来了。啊，何必想自己呢？这第三句，于令众生悟佛之见故，出现于世。于令众生入佛之见，出现于世。我们这个本子有个道字，入佛之见道。啊，那应该加个字。入佛之见见道故，啊，或者是悟道故，他现在有悟者入，佛菩萨对我们只能做到开示。悟如两个字是我们是众生身边的事情了，啊，佛给我们开示了，我们会不会觉悟？要能悟，不能如，啊，这叫解悟，你明白了，也非常难得，啊，当然。佛是希望你能够证入，入就是你证得了，你其入了这个境界，入佛的境界，入佛之见就是入佛境界。这个境界，法华境界，华严境界，其入了。啊，能入这个境界的人当然不多，最低的程度，原教初住菩萨入境界了。啊，给诸位说，四圣法界里面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他们是悟佛之见没入。
如就成佛了。佛希望一切众生呢，早一天成佛，你就永远脱离十法界了。这是佛的心，前面我们读过，阿弥陀佛如是，一切诸佛如来无不如是。啊，恳切的期望着一切皆成佛。这一句话重要啊！啊，佛希望我们早一天成佛。我们在一起学这部经啊，这部经是如来的开示。我们纵然不能够证得，至少也要悟啊！啊，佛的这些话我们听懂了，听明白了。接着呢，要真干，怎么真干呢？放下万缘，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这就是真干啊！我这一生就是一桩事情，我来到这个世界确实就是为这桩事念阿弥陀佛。除这一桩事情之外，其他都不是我该做的事情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解决我无始劫以来的事情，生生世世不能解决的六道轮回啊！啊，这一下这问题解决了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就入佛之间了吗？往生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见你，佛来见你，首先是佛光照耀，佛光加持你，把你的功夫就提升了一倍，完全没有功夫。圣凡圣同居土啊，什么都没放下了。可是临走的时候要一切放下，临走的时候临终还放不下，你西方极乐世界没份了。再多人帮助你助念，你不肯去，你有留念，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。这一生的机会错过了，这事情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临终要放下了。临终这个事情真难，平常要练啊，怎么练法呢？每一天晚上睡觉要做一个观想，想着什么，我现在睡到床上就往生了，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什么都带不走，身体都带不走，天天晚上做这样想，养成一个习惯，到临终的时候一定产生效果。
没有一样能带走的。财产带不走啊，权势地位带不走啊，名闻利养带不走啊，亲情带不走啊。你心里要明白，啊，你留恋这些全叫妄想。如果你能够想，想的是真的，你还能带走，那还情有可原呢。想了没用啊。那又何必要想呢？啊，时时刻刻想着佛来接引我，我走了。这世间所有一切不闻不问，与我不相干。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应有尽有，不用操一点心。啊，这个世界上什么好东西你都带不去，极乐世界呢，最差的东西也比这边好，不晓得好多少倍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确实很诱惑人呐。啊，经要多念，别胡思乱想，不念经他就胡思乱想。啊，这个对我们产生障碍很大。啊，不能不念，不能不听。听的变数越多越好。坚定自己的信心，坚定自己的愿心，也帮助你真的看破放下了。啊，妄念多，止不住，听经能止住，读经能止住。啊，可是听经读经还不行，妄念还是好多。那不要紧，只要你有耐心，你认真去听，一个字一个字认真去读，啊，两年三年，妄念自然减少了。妄念减少了，证明你功夫得力了，啊，你慢慢的就能够起入境界了。不要害怕，好像哎，我没有读经，好像妄念少，怎么我一读佛经妄念更多？我相信有不少人有这种现象。啊，这不是你不读经的时候没有妄念，你不读经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妄念，现在一读经呢，发现妄念。不是读经读来的，啊，不是听讲听来的，不是的，啊，你本来就那么多，啊，没发现，啊，要叫你哎静下来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啊，所以这个不要害怕，这是正常现象，啊，现在重要的如何要把这些妄念减少。你得用方法啊！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人家教我念佛，我止不住妄念妄念很多，叫我打坐妄念更多啊！我只有用一个方法，我发心出来讲经，
初学的时候讲一个小时，要预备40个小时才能讲一个小时。啊，预备的时候要很认真。啊，慢慢就有进步了。啊，半年之后，我的进步很快。我讲一个小时，大概准备2个小时时间就够了。你看，从40个小时变成2个小时，半年的时间。啊，一年之后，我讲经1个小时，大概有1个小时准备就够了。以后进步很快。我一天8个小时准备的经文，可以讲1个星期。啊，越来越自在啊。可这种情形之下，不能放松啊。啊，我每天还是要用很多的时间读经。啊，读什么呢？读这一部经不同的注解，祖师大德的。啊，我学楞严经，同时看4种不同的注解，主要参考资料。啊，案头还有10几种。啊，我学这部经，我找到20多种注解古注。啊，在20多种里选4种，4种里头选1种为主修的，其他3种重要参考资料。啊，再其余的有时间我就看看，没有时间就不看它。啊，这样的准备再去听老师讲经，不一样啊。听讲经要有准备呀。啊，这一段经文，老师讲的，他优点在什么地方？啊，跟古人讲的哪些不一样？啊，古人的注解，时代不相同，我们就知道，他的这些解释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对当代，当然也考虑到以后。啊，所以你多看注解，能够了解每一个朝代学佛的思想，了解每一个朝代啊学佛人的程度，啊，能看得出来。嗯，后面人都参考前面人注解。啊，你也就渐渐有能力应付现代人。中国古人讲的话说，推陈入新，出新呐。啊，从旧的基础上，你有新的发明。啊，像我们在今天，啊，科学提供我们很多最新的这些资料，啊，让我们来解释佛经里面的大问题。
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，世界成就品，那都是现在物理学家宏观宇宙在讨论这个问题。帮助我们理解。量子力学家帮助我们解释宇宙缘起。生命的缘起，万法的由来。佛经里面讲的微尘世界，科学还没发现，精彩绝伦呐！这经文后面是黄念老的注解，上面诸佛为因以大士因缘，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而出现于世。诸佛如来如是，菩萨声闻出现在世间也如是。佛之开示，即是佛之之见，故唯有诸佛乃能如舌之知。这话是真的，这就是开经偈上讲的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谁能解如来真实义呢？唯有诸佛。你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你怎么知道真实义？菩萨的化身菩萨，声闻缘觉足四大德，这其中众生有福了，诸佛如来应化而来，他身份没铺路，我们不知道啊。我们以为是凡夫啊，他真的是如来才来的呀。印光大师，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才来的。真的不是假的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印足一生的行仪像不像大势至菩萨的化身？你越看越像。你说莲池偶仪不是佛与化身菩萨再来，这些经论里头的奥义说不出来呀。诸佛菩萨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呀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。现在众生也有感，众生只要有念头，他就有感。现在众生的念头错了，违背自信。现在众生都是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七情五欲，搞这些，
正念没有了，那他也有感，感的是什么呢？妖魔鬼怪，妖魔鬼怪跟他做朋友，妖魔鬼怪加持他。那么佛法正法还有希望吗？希望肯定有啊。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，邪不胜正。为什么呢？邪知邪见。赶得来的是灾难，现在这个地球上灾难越来越频繁了，科学家也给我们提出严重的警告，现在地球磁极出现变化，最近这30-40年来，偏差了5度所以地球上的气候产生严重变化。科学家给我们的警告。从今年起，春秋的时间特别短，冬夏的时间特别长，冬天特别冷，夏天特别热。这种变化对于人类来讲有严重的威胁，为什么呢？变化之后，这个物产产生变化了，我们最主要的粮食，种不出来了，粮食大幅度的减产，人怎么办？所以科学家提出粮食危机，但是没东西吃啊。寒带地方变暖和了，寒带的动植物不能生存。热带的地方本来是炎热，它现在变冷了，热带的动植物也不能生存，所以很多动植物会绝种，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。再有就病毒，病毒是从恶念变出来的。不善的心念造成的病毒，这些病毒防不胜防。我们今天讲的传染病会夺去很多人的生命。科学家知道没法子解决，美国布莱登先生说得很好，他说得不错，希望
居住在地球上的人们要觉悟，要反省，真正能够弃恶向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有救。这个话我们承认，跟佛经上讲的道理完全相同。啊，如果不肯回头，麻烦就大了。啊，还是搞自私自利，还是搞贪嗔痴慢，起心动念还是损人利己，那这个灾难是没有法子避免。啊，二灾难就在我们眼前。中美洲玛雅族的古老预言说，大灾难是2012了，今年是2011，明年就到了。啊，在古时候，他们的科学特别发达，在没有精密的仪器，对于太空星球的运动了如指掌。啊，几千年前的推算，算得很准确，一点都不差。2012。11月21日，银河对齐，这是一个天象啊，就是银河的中心是个黑洞，叫科学家证明，引力特大啊，光都逃不掉，都被它吸收进去。啊，这一天，黑洞跟太阳、地球排成一条直线，啊，这样的情形大概50000多年一次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呢，遇到了。科学家有一半呢，对这个事情还疑惑存疑，有一半相信。啊，怕的是这个黑洞啊，巨大的引力引发太阳风暴。啊，太阳风暴，中国古时候叫太阳黑子。啊，如果是特大的太阳风暴，那肯定会影响地球。啊，最害怕的呢，是怕引起地球上的海啸。啊，它的引力能把这个地球海水呀一下拉上来。怕这个。啊，如果这个海水一下拉上去，拉到几百公尺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第二个是怕这个引力导引火山爆发，那给人类带来大灾难。啊，这也很有可能。啊，科学家在，我记得应该是在40-50年前就提出警告，啊，非洲西岸
有一些岛屿，名字我叫不出来了。这些岛屿是活火山，估计这个火山要是爆发了，会引起600米的海啸。你想想看，海水600米高，还得了吗？这么大的一个大浪，从非洲的西岸推到美国的东岸，就是通过大西洋，需要8个小时。8个小时，它会原路减轻。最低的估计减1/10，到美国的海浪率1/10，1/10还有60米。这样大的这个海啸扑到美国东岸的时候，那全整个就没有了。我们图文巴上一次下的这场雨，市长告诉我，雨水在街道上积的几寸，不到10分钟就涨到2米。所以有很多人逃都逃不及，我听说淹死30多个人，还有一些失踪的。突然的呀，1个小时之后水就没有了，退掉了。这是个高山嘛，都流下去了，突然的。这很可怕的现象。居住在沿海地区，网络上也有报道，科学家报道，美国的黄石公园，这在西岸，黄石公园是个活火山，我们去过这个地方，但是不晓得这个问题的严重。我们只知道在地下的时候温泉很热，温泉喷出来，那个水要滴到皮肤上会烫伤，所以这个对旅游观光客都有警告，决定不能靠近，远远的去观赏，那是一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。我看到科学报告，如果这个火山爆发，火山口多大呢？宽35英里，不是公里，35英里宽，长呢45英里长，这还得了？你说那个火山的熔浆有多少？科学家估计，如果这个火山爆发，美国1/3没有了。它影响的地方是1000公里。那么黄石公园要往东面去延伸到美国的东海岸，大概有1500公里到2000公里的样子，有这么长的距离。所以美国人估计1/3的美国会受严重灾害。这些都是很可能发生的。全世界包括海底火山多啊。纽西兰这个岛在火山带
啊，大灾难不会，地球不会消失。可是地球上的生物受到严重的创伤。啊，这些科学家报告都在我们眼前。对我们学佛修净土的人来说，不是一个坏事。让我们提高警觉，赶快发心，早一点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一明过去吧。时间足够啊，2年时间足够啊。黄念老这部大经解注解成功之后，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。往生前半年就6个月，每天14万声佛号，万缘放下了啊！6个月往生了，他能做得到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。所以我们要做心理上的准备，对这个世间不能再有任何贪念。要认真老实念佛，把念佛法门尽心尽力介绍给有缘的众生。无量无边的功德了啊，这是帮助自己帮助众生解决问题唯一的一个方法，而且是决定靠得住的方法啊，功不唐捐了。那佛法如何避免劫难还能够保存，那就是大量的翻译啊，到处都有收藏啊，灾难不会把这个世界完全毁灭啊，总会留一些地方存在啊，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大量翻译啊，全世界有佛法的道场，我们尽量去赠送啊，让每个地方都保存。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古人也是用了很多心思，将经文刻在石头上，啊，《诗经》，我们在北京发现的《房山诗经》是整套的大藏经，刻在石头上。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啊，如果有个地震，全完了。世间没有坚固的东西，所以只有大量衍生，到处收藏，就不会失掉。
啊，保存中国文化要用这种方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